要做一款游戏，是我们会需要有很多的素材，要有图片、有音乐、有脚本。程式码最大的用处就是，我们要将这些散落的素材，让它有意义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只有图片和只有音乐不能构成一款游戏，但它结合起来，一旦它动起来，那我们赋予它一些逻辑之后，那它就真正的变成一款游戏，能够带给玩家互动感，然后给玩家娱乐的体验。游戏产业里面，它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马上看到成果的。它和其他产业不太一样，其他产业它可能在写程式的时候，你是专注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大多数都是一些像计算啊，很多公式、数学什么的。对于一些比较希望看到视觉化，也就是像我们这种喜欢游戏的人来说，这些可能就是比较枯燥一点。那在游戏里面，你就可以去马上看到成果，那在和企划沟通，那写出整个游戏的架构的时候，会有一种你在建构这个游戏世界的法则的感觉。在做游戏的写游戏的程式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一件事情，你可能你改了某些代码，这个角色可能原本会跳的变成会飞的，那你有可能你改了一个几个代码，它的大招释放的方式就会不一样，让你有更觉得很有趣那样子，很好的回馈感。音乐团队来说，我们最重视的是程式的稳定性跟可维护性，另外还有程式执行时候的效率，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团队合作的能力。为了要让我们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在想方法的时候，他没有一些盲点，所以我们会跟其他的工程师一起讨论，以避免说我们会有一些漏想的部分这样子。程式的话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那最基础的就是说你写程式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能力，那你不能写出说跑得很慢或是占掉一大堆资源的很烂的程式。那再来从第二个层面来说，你写程式是和很多个人一起在合作的，所以说你写出来的程式必须要让别人看得懂，对，那方便后面人来做维护。那再更进一步的话，就是你写出来的程式必须要有足够的扩充性，那之后像企划、美术在想要新增一些功能的时候，它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出新的类似的东西。我们的员工非常喜欢去 survey 我们新的技术，然后比如说像最近几年 container 容器的技术的兴起，还有 machine learning 技术的兴起，那我们都是非常的有兴趣投入在研究这方面。学习这件事情是在我们企业内部就是一个非常common 的文化，就是非常普遍文化，就是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 solution 可以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行为。那透过这样的行为，我不停地发现问题，然后找到新的工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去改善我们公司内部的流程。其实在雷亚工作有一个蛮有趣的特质，就是在雷亚做游戏的程式，你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你可以跟很多很优秀的程式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绞尽脑汁，然后想办法找出最佳的方法，用最好的方法。我们强调就是方法的品质，我们用很有效率的方法来克服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费时费力的方法来克服问题那样子。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们去找很优秀的程式人员，他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进来，然后我们一起去我们游戏很多很难的问题来找到一个方案。技术上的发展方向的话，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尽可能的提升我们制作游戏的效率，利用最新的 open source 的技术，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制作的流程能够更加顺畅。比如说我们的美术在制作各种模型，然后各种音效，然后将它汇入到游戏专案里面互相整合，那这些有些过程其实是很繁琐的，而且是重复的，可能可以用最新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然后来克服一些已经是常常遇到的一些很繁琐的问题。那我们也可能利用容器的技术来改善我们程式码从变更到最后上线服务玩家的流程。那我们一直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加速我们这整个制作游戏当中重复工作的效率，然后让大家可以专注在
设计游戏的本身，还有设计演算法，来带给玩家一个良好的体验。那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